大家好，九妹今天做一个蛋糕，好久没有做蛋糕了。这个蛋糕呢是送给九哥的。先称好这个面粉，120克，称白糖，这个蛋白放90克，这个蛋黄呢就75，然后牛奶60克，这个玉米油也是60克，有8个鸡蛋。现在我就把这个鸡蛋来分离。先把这个鸡蛋分离，蛋黄跟蛋白。现在就开始把这个蛋黄揉散，再放白砂糖。搅拌了，还要放玉米油。到最后就要放进牛奶，就要把这个低筋面粉塞进来，这样塞进来呢，它里面就没有这个粘在一起的打汁了。给它混合在一起之后呢，要往两边打，不要打圈圈。来，搅拌好了。现在已经没有这个粉在一起了。先打蛋白之前，我就把这个柠檬汁捏一两滴进来。如果没有柠檬的话，可以放那白醋，这个是给它稳固蛋白还有去腥的效果。先把这个蛋白打成大的泡泡，就放第一次糖，然后这个糖呢就分三次来放。看到没有，打到这里尖尖，它没有弯下来倒它，就证明这个蛋白可以打，可以了。先把一半的蛋白倒进蛋黄这边来，分了一半过来，就把它反上来，不要打圈圈，打圈圈这泡泡就会消失了。已经搅拌好了，又把它倒进这另一半的蛋白这边来，搞好了，现在就把它倒进这个十串的模具这边来，然后呢，看到它现在不平的话，给它震一到两下，现在它就平了。震也是最主要给它那个气泡震出来，它里面就不用空心了。拿过去，要给它慢火烤，上下放120度就可以了。如果太大火的话，它外面都熟了，里面还没有熟，它也是照样会倒它进去，酥酥的那么小一块了。可以的，嘿嘿，烤到金黄色的，来，先拿过这边给它凉冻，给它震一会，就给它倒扣过来，给它自然凉冻。现在先把它打发，现在你看像那个奶酪一样。照样跟打蛋白一样拉上来，没有倒它。你看，等蛋糕吹凉冻了，就可以敷上去了。
现在先把它翻鸽子，锅得挺平的，还要锅多一层。现在搞一点花蜜瓜吸在里面，现在先放一点奶油上去里，再放水果，抹了一层了，现在就放水果上来，不要搞得太厚，还要放一点点的奶油，还要放一层上来，放的时候要摆平了，要不然等一下下奶油没那么好吃。现在就放旁边的这个奶油，把这些奶油放上来，再抹。等九哥回来呢，就给他一个惊喜，因为他几十岁了，他是第一次收到蛋糕，最主要还是我做的。拜拜，先不要告诉他哦。大家好，九妹今天就到大哥家去摘那个山瓜李，他说再不摘的话过几天下雨就会全掉完，还有又到明年才有的吃，那我就摘一点回来吧，要不然也浪费，回来分一下给其他人吃。又到下面那对面山，大哥说今年种的那一地的山瓜李只卖过700块，剩下的都是给他下了雨又出太阳全部沥开了。这里全都是贵味，你看十颗里面才长了3颗，今年减产到比去年减了80%，你看现在就是都不长。那就不能钓鱼了。嗯，好可惜啊，这个就是出太阳又下雨，马上就会裂开，这个水果就会坏掉的，像西瓜一样。下雨出太阳马上就要离开，那个果就不能要了。嗯，全都熟透了。嗯，全都是红的。有些朋友们说的这个是红心李，那我们这边也叫五叶李，也叫山瓜李。熟的臭了，全都了。再不摘，都是甜的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啲入油又系，我叫他摘出去卖，他说摘出去卖没有什么价格，干脆不卖了。你看这边这颗一串一串的。现在它这个样子已经熟的最透了，所以呢不好保存了，就算自己摘回去吃也要加点时间吃。好脆啊，又甜。像我小时候，我爸爸种了很多的香蕉，当时候那年的香蕉大丰收啊，然后叫一些亲戚过来挑，他们都不愿意啊，才6分8分钱一斤。后来自从那年以后呢，我爸就不种了。摘完了，你看2颗就得了1筐了。那么快。我只要把它一拉开，里面都是水果，叶子都掉光了，剩下的水果了。
要不晒一坨了。嗯，哎，你看这地苗不进来的，这里还没没不进来来到，这个要不进来。你看多海咯，这里肯定有30多斤吧？够了，有没有？有吗？有，那就来，放着等。好嘞，这么多啊？老表的比我更厉害。哎呦！我得了一筐，我也够吃了，拿回去分一点给小人他们吃。有想吃的吗？等我明年种多一点，就给朋友们过来吃。那先回家了。老板娘，来，我回家嘛，老板娘。